主料：土豆200克，韭菜150克，辅料：葱花、蒜瓣、生抽、花椒粉、鸡精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土豆去皮，洗净切片，用水再洗去表面淀粉，韭菜再洗干净切段，油锅烧热，下入蒜瓣葱花爆香，下入土豆片翻炒，炒至表面有金黄，掉入少许生抽、花椒粉，添加一小碗底清水，盖焖两分钟，下入韭菜段，快速翻炒，撒入适量盐、鸡精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韭菜一定要最后加入，一面炒过头，韭菜就不好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